然后其实我还蛮喜欢可爱男生的，就是特地写在喜欢，就是其实我是双性恋 ，surprise。所以如果是男生的话，跟我告白是可以的哦。那个三毛有听到吗？三毛在聊天室吗？三毛要不要出来告白一下，表示一下？我男生的类型的话，比较喜欢正太啊，可爱男生，其实帅帅的男生也可以，因为不管是公还是我都能接受。然后